前交通部长李孟彦周一视察之后被爆出桃色风波，当天下午两点钟火速请辞获准，但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。周二一早七点钟，我们等到十点了，但人依旧没快狼样。原定两天的视察都要结束了，现在仿佛成了垦丁毕业旅行。网络上婚外情对象脸书也被挖历史，十年来常转发爱情图文，字里行间流露相思情。只是说丑闻爆发之后，前交通部长李孟彦随即请辞获准，从520接掌交通部以来，短短92天，是74年来任期最短的交通部长。这个人事圈，我看这个是赖总统跟卓院长，他们会去好好的去做考量了。前交通部长李孟彦来自彰化花坛，是公务员水利工程专家出身，曾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兼台湾各区联合服务中心主任，还当过台南市代理市长、秘书长。在苏贞昌担任台北县长时，曾任职水利局长，协助当时的台北县脱离水患，也协助整治基隆河、圆山子分洪道、中和南势角分洪工程等。曾经是苏系爱将的李孟彦被赖系延揽进入政坛，相当顺遂。把这样的人选直接放在交通部部长上面，给他一个算是一个极度的历练，也未尝是一个好的方式。目前呼声最高的是交通部政次陈彦博，但他说目前还没有接到新的工作指派。其他还有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、前中国邮政董事长魏建宏，以及也是赖系人马、前台南市交通局长，也当过交通部政次的张正元。我想这个想太多了。我现在的工作跟身份是民进党秘书长。但先前的承诺，台铁票价严厉调涨，以及高铁难延，会不会跳票都成了问号。不过桃色风波的前辈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彦，去年2月卷入性招待丑闻之后，虽然正途暗淡，但现在也任职大同子公司的董事。李孟彦的下一步可能得等他神隐之后自己说分明。 TVBS 许家瑞、邱中群、刘新奎、林立台北基隆的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